这里是下午3点的快报60秒，我是林佩芬。华侨银行斥资约5亿元，在榜鹅数码园区新建一个集合办公空间、酒店、零售和餐饮店的创新中心，并同新加坡理工大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本地主要银行将在接下来3个月逐步推行电子政府密码 SingPass 脸部认证功能，以加强客户设置数码版生成器的流程。调查显示，90%以上受访的公司总裁计划在未来3年内增加员工总数，是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据报道，以色列摩萨德间谍机构在黎巴嫩真主党进口的5000部传呼机内植入了爆裂物。以上就是下午3点的快报60秒。